早上好 ，Mary， 我是这家银行分行的新任经理，上班两个礼拜，好多事都还没熟悉，光记员工的名字头都大了。早上好，梁经理。早上好，有份新的抵押合同，请您批核。谢谢你 ，Jesse。梁经理，我叫 Jenny。哦，对不起 ，Jenny。我翻查记录，知道银行从两年前开始会发放奖金给成功转介抵押客户到银行的地产代理。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申请都是由这个陈永泰的地产代理经手呢？喂，寻找黄先生。黄先生，这次见面主要是想和你核对这份抵押贷款申请表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放心，这个申请没什么问题，我只是想确定你的申请是不是经一个叫陈永泰的地产代理转介的。陈永泰是谁呀？我一向买房都是直接找你们银行做抵押，不经代理的。喂，有没有发现 Jenny 进来天天换新手袋呀？她男友发财了，昨天还见她开了辆好车接 Jenny 下班。她换了男朋友？没有啊，还是那个地产阿泰。阿泰，他以前很穷的。进来。梁经理，你找我？坐下，慢慢说。好啊。Jenny。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永泰的地产代理？他这几年提交了好多抵押合同给银行。陈永泰，